小僧法名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：肉眼凡夫求而不得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。想起来了，当年怂恿金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正是他俩。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，谁晓得不但没死，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。